平安，平安。阮长老说，我是第一次韩国人当中第一次在你们教会讲信息的，是吗？好像很大的荣耀。有人说你是不是华侨？韩国华侨？我的父母都是韩国人，那么我不可能做华侨吧？对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是不是我的选择了？对。今天因为我是件很感我其实不知道了，今天我需要讲道，你们这样安排我不知道。突然间我来的时候，那一天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吓一跳。反正我已经来了。我们看箴言书第三章好不好？箴言书第三章。如果你们听不太懂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忙呢，我不能让你们问我好吗？慢慢听吧。对，箴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还没读之前呢，一般大部分的人都他们所要的呢差不多一样的，所以你无论用宗教或者你自己努力，他们追求的都是差不多一样。我住过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地方，在以色列我差不多快十年的生活。以色列人在那边，那个阿拉伯人或者游牧民、贝都因，还有不同的宗族。我住过台湾两年，现在我住在纽约。我住过韩国很长时间。无论在哪里，人们都要求的都是差不多。比如说他们要钱，你们也差不多吧？不要骗我好不好？对，他们要健康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就是很好的工作，对，而且家庭就是很平安，孩子们都听话，等等，而且希望是长寿，对，这些都是希望是人家认识我，这些都是人们都要的。我有机会听犹太人的祈祷，或者有一些东正教会的祈祷，当然我们基督徒的祈祷，有的是穆斯林那个回教徒的祈祷，他们的祷告的内容呢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，对。主啊，给我什么？或者安拉神给我什么？对，都是祖先崇拜，拜祖先的。很多中国人话里也是差不多，他们是丑的一样的，对，就是宗教的现象或者没有宗教的人的现象，都是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天看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会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，他就是好像神的话也是让我们就是追求这些事情。我们先看吧，第三章箴言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节一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第一节，请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还没讲这些我们人那个要的事情之前，这里的作者呢，他提到我的法则，这里的我是在乡校里面，这个箴言书的作者或者做一个爸爸的人，他是当然是敬畏神的人。他具体说我的法则，就是换句话说我的诫命，所以你要先好好记住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这是这位爸爸那个虔诚的爸爸跟他的孩子们说的。第二节，生命的年数为平安加给您。你看这个爸爸知道孩子们，包括所有的人，其实他们要的什么长久的日子，还有什么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您，不是单单长久的日子，很长的说明乃是什么都平安的日子，对，这都是我们是要的，对。如果你对这些平安的日子没有兴趣，其实你可以睡觉的了，不必听的了，好吗？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平安的日子，我不想受苦的一个人，我就是很喜欢平安，我自己也平安，我的家人都平安，我的孩子们都平安，我有三个孙子，这他们也都平安，这是我所要的，对。希望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家也都是很平安，我有目前有现在等一下九个留下来，九个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家都平安，对，这是我所要的，我认识的周围的人都平安。第三节，请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经上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这里的慈爱诚实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诗篇开始这一句话出现多得不得了，这主要是神而来的，神的慈爱，神对我们的慈爱诚实，不让他离开你。
从这个经文来，我们可以学习，我们所要的其实是不是我们自己，就是自己做到的，主要是从神而来的，他的慈爱，他的诚实，若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所要的，我们可以得到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，神的慈爱，神的诚实。我们现在看第四节，这样你必在蒙恩宠，有聪明。这个对第四节的翻译呢，有不同的翻译啊。有一些英文的翻译呢，这个是人家对你的评估很好，这就是恩宠，甚至聪明也是跟他做一个我们是平行觉的关系，差不多一样的意思。所以这里提到的呢，希望人家都尊敬我，对我很好，对，不要批判我啊，不要骂我啦，这样的，这是一般人所要的，希望很多人认识我，不是单单认识我，而且喜欢我，对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希望大家不喜欢我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应该没有吧？对，没有人认识我，应该没有这样的人。这里是蒙恩宠，有一些那个翻译的人这样，这是有可能，这个可能性很大。我们看第五节，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这位爸爸呢，他知道他的孩子要什么，他一边就是长神长现长神的那个话诫命法则，然后他说要他的孩子所要的。意思说，我们人是要的，神的话或者神的那个慈爱称是扔在前。我们所要的，不能没有那个神的话拿走的，拿倒的，这样的意思。这里又提到那个仰赖耶和华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很多人若不是宗教徒的话，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他们努力要争取这些他们所要的东西，这是一般的现象。对，他们就是努力读书，他们努力做事，他们拼命赚钱。对，这是一般人都要的。对，而这里呢，神的话语怎么说？你要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其实我们人生的经历，我们都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努力做，有的做不到。对，努力做还是做不到，你好厉害还是做不到。对，你靠你自己的聪明做不到。我们看第六节，请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里认定他，我可以理解说你要认识他，也可以，你要知道他，你要认识耶和华。这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对，我们一定要神来，就是进入到我的那个生活里面、人生里面，让他来就是带领、指引我们的道路。这个是最健康的基督徒。对，若我要分基督徒、非基督徒，怎么分呢？基督徒呢，虽然是他自己的人生，他邀请神、神来做，在我的人生里面，你们是主角还是主角？主角吗？大陆来的好像是主角，台湾来的好像是主角，是吗 ？Main character， 知道吗？对，就是他来在我的人生里头，主角或者主角。对，我是配角吗？怎么说啊？配角、配角，好吗？对，就是我虽然是我的人生，他来主角。对，他就是来就是指引我的人生的道路，这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我观察很多基督徒呢，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怎么说？上帝啊，这是我的人生，你来帮助我。我需要钱，你给我钱；我需要健康，你要给我健康；我要多一点头发，你给我多一点头发，好不好？你不听我的话，我警告你，我下个礼拜不来崇拜，知道吗？你不听我的话，我的奉献会减少。你要小心啊！对。我们这样对他好像是我要的，一定要用这个宗教的方式来要拿。若你的态度是这样的话，我不能认为你是基督徒。真正的基督徒呢，我相信虽然是我的人生，
我请他进到我的人生里头，在我这个生命里头，他做主宰，对，我是陪着我的，对。他要什么，我就是跟着他走，对。我不追求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声，我不追求我所需要的事情，对。他在我人生，接着我的人生，他要什么，我就是听他，对。那我不是主宰啊，对。这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这一句话说得很好啊，在你一切所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啊。差不多一样的内容，我们在22章箴言书22章可以看到的。我们去看22章第1节到第4节，我们先看第一节，请美名胜过大财，恩从常入金莲。现在这里开始我们所希望的出现了，你们已经耳朵打开，眼睛也打开，看美名、名声，我们都很希望的美名。这里箴言的作者呢，他说美名胜过大财。有一些人是没有名声没关系，很喜欢大财的，可是这里箴言的作者说，还是美名、名声比大财好多。是这样的意思。反正两件事情都是我们是要的，对。名声啊，或者财务啊，这个富有的事情，让恩宠常入金莲，这个差不多一样的意思。这里的恩宠已经前面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美名差不多一样的意思，金莲当然是大财一样的意思。第二节，请夫妇穷人在世上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的。问题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，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很单纯化，贫穷的人他们都在一起，这个情况会转变的。你有的是富有，或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就是你的事业失败了，就是变成那个贫穷的。对，我是小时乡下人，非常贫穷的一个家庭出生长大的。对，那么我有没有希望贫穷呢？当然我不希望了，可是我没有什么埋怨的了。可是我只有不希望富有的人，知道吗？因为他跟我不一样，对，我没有的他有嘛，不是恨他们，就是以前啊，不是现在，就是我不希望富有的人，我就是很长的时间，我认为富有的人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，知道吗？对，我不是攻击他们，我不是羡慕着富有的人，可是我就是不希望他们，所以我也没有追求富有。夫妇穷人在世上在一起会相遇的，对，这是很普遍的事情。当然一般人都是会追求这个富户做富户的，对，这是非常自然的普遍的现象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富有的人也是神所造的，贫穷的人也是神所造的，意思说你不能按照他多少富有就是判断他，是这样的意思吧。我们看第三节，通的人见货抢夺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这里提到两种人，一个是通达的人，另外是愚蒙的人。这里通达我们可以理解亨通或者顺利，对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是很顺利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多少人，我们当中多少人就是很希望很享受逆境困境的人，我不知道多少很喜欢受苦，我不知道，对，享受苦难的人，对，应该没有吧，对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你是约伯，我们约伯记得约伯啊，对，神就是给你很大的苦难，那经过苦难，你可以再一辈富有的人，你想不想？我再说好吧，你现在是很大财主了，经过苦难，苦难之后你成为再一辈的富有的人，想不想？想不想啊？我不想。若不受苦，我的财产减少一半没问题。对，很多人，大多数的人不喜欢受苦的。我们很喜欢亨通，亨通，我们等一下说。我们看第四节，我很喜欢第四节，请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所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我看你们眼睛大开，这么喜欢的东西都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富有喜不喜欢？尊荣喜不喜欢？生命喜不喜欢？所以呢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还有谦卑，这是秘诀。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富有。
还有什么民生、亨通这三件事情。当然我们可以连别的事情，可是这三样事情呢，我们人一般的人都稀罕的事情。我发现神的话语呢，虽然他用同样的我们人的言语，我很喜欢学言语的一个人，可是他的含义，他里面的含义呢，很多时候就是不一样，对，很多是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我给你一个例子，耶稣说让私人埋葬自己的私人，这我们一般的言语听不懂这样的话，私人能不能埋葬自己的私人呢？就是这里五个人都死了啊，你们自己来彼此埋葬好不好吗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，对。所以耶稣这一句话，这个私人完全一样的两次私人啊，我们一定要理解他到底讲什么话。我们都知道，第二个私人是我们说的私人，第一个私人是什么私人呢？耶稣说的他真正他的意思私人，这是什么私人呢？不信耶稣的可以说，跟神没有关系的人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说，保罗说的，我们是死在过犯我们的罪恶当中，这是罪带来了死。按照神的话，同样的言语，私人是什么人？我们现在说我们的私人是什么人？就是气断了，没有办法动作的，好吗？这是私人，是不是啊？就是神的话，他没有兴趣这样的人说就是私人，他就是会说睡眠啊、睡觉这样的，尽量不说私人。因为圣经神的话同样的言语，私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根本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根本不信耶稣的人，就是私人。按照神的话，请问私人能不能开车？私人能不能开车？可以啊，按照这个耶稣的定义啊。私人能不能开车？私人能不能唱歌？私人可不可以赚钱啊？私人可不可以做大财主啊？你们羡慕不羡慕大财主？羡慕不羡慕啊？可他是私人，羡慕不羡慕？我不羡慕。我的祷告是怎么呢？主要打开我的眼睛，看到不是有钱的，不是有名声的，不是很顺利的，不是很地位很高的，那是什么？让我看到私人。如果看不到私人，我怎么可以传福音呢？明白意思吗，弟兄姊妹们？我们一定会羡慕他们的，对。如果你看到私人的，你开始怜悯他们，一定很想把神的福音就是带给他听，对。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主耶稣的话语呢，虽然是同样的单词，意思完全不一样，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。那么富有是什么呢？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富有的概念是什么？有很多，我拥有的很多，我有很多钱，我有很多房子，这就是富有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是，主啊，我愿意做富有的人。有一些很杂话这样祷告，主啊，我很想每个月奉献我的事业奉献10,000块美金，好不好？听起来是很肃灵的，可他的意思我知道，很想赚很多钱的意思吧。就是我们追求，是因为我们的定义是富有什么？你拥有很多的，有钱可以享受的，我们这样想。问题呢，神的话语对富有的定义呢完全不一样。对富有的定义，圣经里面我们神的话语完全不一样。这是神说告诉我们的那个富有的概念。富有的概念是什么呢？我可以两句话来，可以很简单说：不缺乏，不缺乏。你听懂吗？真正的富有是不缺乏，而且真正的富有是什么呢？自主，你自己满足，自主，你知道你是满足的。这样好了，我很简单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好不好？对，你看我好不好？虽然不是很好看，好吗？我过了两个月多，我会虚岁62岁的，算是年轻人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的头发还没长起来。对，我算是年轻人，我大概35岁左右，忘了开始那个脱发，那个就是掉下来的了。现在这个光头，我知道一般人就是不喜欢的了。我知道，对，你们很可能不喜欢做像这个，你们羡慕不羡慕这样的光头啊？脱光的，我不知道，羡慕吗？我们换好不好？很多人说我缺乏，我不富有。我的头发的角度来说，我是不富有，很贫穷的人。
不对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觉得我在头发方面缺乏的一个人，相信不相信？你不想说阿门，知道吗？就是这样，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头发缺乏的一个人，对。在电视广告不会吸引我，他们都是浪费钱的，对，没有用，对。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就是很缺乏的头发的。其实这个光头有好处，你不需要买 shampoo， 知道吗？而且那个你不需要买那个 dryer， 那个吹风机啊。而且我要出去洗个头发，这个烘干的速度不到一分钟，很快，好吗？省时间省钱，感谢主，知道吗？对，我不缺乏。神的话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，耶稣的话：虚心的人有福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里虚心，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的灵贫穷的人，他的灵贫穷的人，贫穷，贫穷是缺乏吗？有一个人他知道他的灵缺乏贫穷，这个很有福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灵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的灵，这样的一定会寻求神，所以他有福气，这是缺乏贫穷的意思。这富有呢，第二个我刚才是知足的意思，对，知足的，对，你知道你不是满足的。我看到蛮多周围他们收入很高的，比我高的无比的，他们我听到很多，我没有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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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任命他们了，对，我觉得我不够啊，我不缺乏，感谢主，我有多少，我只会知足的，对。可是蛮多人，他们有多少，他们不会，绝对不会满足的，这是非常贫穷的人，对。我根本不想做一个贫穷的人，我很想做一个富有的人。可是我接受神的话，我知道了真正的富有是什么？不缺乏，同意不同意啊？真正的富有是什么？知足的。对，保罗这一方面是非常富有的人。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，他怎么说？因为主耶稣给我力量，我什么情况可以受得了？对，我在监狱没问题，我受苦没问题，我健康没问题，我生病没问题，有钱没问题，没有钱没问题，没有东西吃没问题，有东西吃也感谢主。对，在万事上我可以知足，对，我不会埋怨神，这个是非常富有的人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？我人民贫穷的人，就是神的话语来说贫穷的人，而且我不想着，绝对不想着贫穷的人。可是我知道接着神的话语来，我知道我是非常富有的人，我的爸爸是非常了不起啊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说的。我就是快32年前我结了婚，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，根本不认识的女孩子，我就跟她这样说的。因为我知道我是富有的人，可是我家里是完全破产的，我的父母的家庭。我跟这个女生说，哎呀某某人啊，你嫁给我，告诉你我的爸爸啊，他全是最富有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你嫁给我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公公是最了不起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的爸爸，我只有就是可以可靠，就可夸他，夸耀他。那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，我没有什么。可是我爸爸很有钱，对。这个我的太太是不是被我欺骗嫁给我？我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反正我不是开玩笑，对。我的爸爸真的是富有的，而且他教我这个孩子什么是富有，我是富有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就是巴不得我们都做富有的人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缺乏，不缺乏知足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名声吧。名声是什么？这个时代 internet 这么发达，很多人好像是人的那个本性是什么呢？希望很多人认识我，对，而且不是单单认识我，尊敬我，这个是好像是很多人所寻求的事情，对。我就是看新闻里面，我是韩国人吧，在韩国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明星，他自杀了。我看新闻，他这个人为什么自杀？这么多人喜欢他，大概是这样的，那个数字都忘了。比如说了，1000万，就是粉丝吗？喜欢他，
就是在 internet 里面网络这样这样的这样的。有一些人是大概巫师玩好了，巫师玩就是这样，听看懂吧？就是不喜欢他，对。这么多粉丝喜欢他，五十万的人大概少数的人不喜欢他，他看到这个受不了，他自杀，对。有这样的事情啊，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人非常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估的，对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的视频，你只唱歌什么了，放在 YouTube 里面，很多人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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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可有一天你会自杀吧？会不会啊？很多人在乎这个事情啊，对。我自己看，我也有这样的毛病啊，就是几年前在 YouTube 有人是 Good TV 放我的视频照圣经的，我就是看看到底多少人这样，到底多少人看，知道吗？我看了两三遍之后，我的天哪，我干什么？主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悔改，我不看了，知道吗？对，我们非常在乎别人尊重不尊重我，希望我们巴不得很多人认识我，而且很多人称赞我，这就是名声吧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就是吃在很好的餐馆吃什么很好的东西？对不起，我不想得罪你们，可是把这个放在什么 Instagram 什么什么 Facebook 好吗？给人家看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好吗？这个心态呢，有可能什么？希望人家认识我在做什么，我在吃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做 Facebook 的，我不知道。对，我猜一猜。名声是很多人追求的，对，大部分的人追求的。我们对名声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认识我，可是我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我学习了真正的名声不是这样的。真正的名声是什么呢？被主认识的。我很喜欢这件事情。耶稣说，那日最后那个审判的日子，许多人，你要注意听，许多人不是少数的人，许多人会敲门说，马太福音，主啊，主啊，开门。可是耶稣说，我会跟他们说，你们，他们是怎么啊？他们自己怎么说呢？我们奉你的名传福音，我们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奉你的名什么医病啊，做了不起的事情。你应该认识我们啊，你开门，我们要进去。主耶稣说，那一天我会向他们说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些人认为耶稣认识他们，他们在神国非常出名，因为他们奉耶稣名做了了不起的事情。可是耶稣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信恶的人，信恶的人。耶稣说这样的事情，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，我不认识你们，而且这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你被很多人认识不错，可是你被神被主耶稣不认识，你是永永远远可怜的人。对，我不在乎人家对我评估怎么，我不在乎，对，我不在乎。我今天长得非常不好，你们开始说，哎，这个金木人长得这么，我真根本不好听，我根本不在乎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根本不在乎这样的事情，对，根本不在乎这样的事情。如果羞辱这个，这个是我的羞辱，希望我的主不要羞辱的。对，我在乎什么呢？我愿意被耶稣认识，我愿意被我的阿爸父神认识。如果他说我认识你，这是我的很大的喜乐。对，耶稣有七十个门徒，差遣他们，给他们权柄，给他们神的话语，神国的福音。他们出去赶鬼啊，非常高兴了。主啊，主啊，他们会来报告，我们奉你的名，鬼也是顺服我们啊。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，非常开心。耶稣说，你不要太开心啊，你们应该哪一件事情来高兴呢？你的名字在天上生命册记载才高兴。对，在神面前，我们的名字在他的生命册记载，这是最快乐的事情。我们不需要追求这个世界的名声。我希望巴不得我们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做出名的人，好不好？在天上出名的人，好不好？我只有就是很具体的一件事情祷告，
约伯这个人在天上出名不出名，神有没有称赞他？在众天使面前有没有替他的名字啊？那时撒旦也出现了，那撒旦听到开始那个要攻击约伯嘛，所以这事情发生了，约伯的困难。我只有这样祷告，主啊，你可以在天上在众天使面前称赞我，没有问题。 拜托，这是千万不要在撒旦面前称赞了，好不好吗？我非常具体的祷告，对。反正我们在天上，我们的名字被提，这是荣耀的事情，这是真正的名声。最后，这个亨通，我发现很多人的亨通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所要的，每个人所要的不一样。我所要的，在我的人生当中发生，这就是亨通。 很顺利的事情，中文的亨通顺利呢，希望是一个单词翻译的，所以就是你要理解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不要分亨通，就是顺利。希望我所要的，对，在我身上发生，这是一般人想的共同的亨通。我不知道你们的人生亨通不亨通，亨通不亨通？你现在你的配偶是不是你所要的这样的人呢？ 很可能前一半不称，今年是，过了几年，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吗？你的工作是不是你所希望的工作呢？我不知道。哪一次你是为了吃饭，虽然你不喜欢这个工作，还是继续做呢？我不知道。对。若你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在你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你所要的事情呢，就是亨通吧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 那么你的人生是不是亨通啊？多少人生，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多少人的人生是亨通呢？我很想知道这个事情。很可能很多人会说我的人生不亨通，我所要的没有发生，我不要的发生，婚姻、家庭、工作很多方面。我发现神的话告诉我们这个亨通的定义，亨通是什么呢？不是我所要的。 神所要的，神所要的，在我身上发生，这个是亨通。接受不接受啊？有的是痛苦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所要的呢，在十字架受苦吗？他还是人，不是，不是。可是他的爸爸说要的是什么呢？他为我们罪人在十字架为我们受苦，死得非常可怜，痛苦。 这是他爸爸所要的，不是他要的。对，他爸爸所要的事情发生的才是亨通。如果他不接受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完蛋了，我们没有盼望的，永远受咒诅的。可是他接纳爸爸的这亨通，所以这么多人称为神的孩子们，感谢耶稣了。对，很多人我们在自然界里面看到，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事情啊，那个东西坏掉。 东西那个腐败，这事情是好不好啊？很好啊！你们吃不吃那个泡菜？韩国人的 kimchi 啊，那个是坏掉的，我告诉你，知道吗？那个是坏掉的，所以6个月、7个月没有问题的，那个是那个发酵是一种坏掉的现象啊。那我们是油酵饼那个枣啊或者小，这个也是坏掉的东西。你的面团留在这边了、啊，过了2-3天是坏掉，这个就是枣 leaven 英文的 leaven 对。 坏掉就是你们的酸奶是有一种坏掉的，是不是啊？你们的那个什么那个 cheese 也是坏掉的，是不是啊？你们都希望吃坏掉的，还是为什么是坏掉不好啊？对，一粒麦子落在地，它永永远远保持它的健康，是亨通还是不亨通？一粒麦子，我再说，落在地上，落在地里头，它永远保持它自己的健康。 算不上亨通，就是灭亡的路，永远一个。他开始腐败坏掉，会结很多果子。神的智慧在这里。我们不要说这个事情不亨通，这个事情才是亨通。你不要你自己来做决定，好不好？约瑟这个人一共110岁的寿命，他。 30岁开始都很大的荣耀，做埃及那个是在最富有的国家的总理，在上，一直到110岁，80年，
的很大的荣耀。他最痛苦的日子是什么呢？十七岁到三十岁，对不起，十七岁，他的兄弟们本来要杀他，还要出卖他，没有杀他，他就是被出卖中了，至少两年以上坐牢的。这个年轻人这十三年的时间，痛苦，非常痛苦的。这个十三年，亨通不亨通？你们讲错了。神的话，创世纪三十九章怎么说？三十九章形容增长，他十七到三十岁那一段时间的情况。提到三次亨通，你的翻译是顺利，好奇妙。对，神的话也说，约瑟我们认为是最痛苦的日子，其实他最亨通的日子，因为有这个日子。神接着他可以做他的家人，他父亲的家人，还有很多人。对，这就是亨通的事情。我很想过亨通的日子，我不喜欢受苦的一个人。对，我真的不喜欢受苦，我很想过亨通的日子。可是我知道真正的亨通什么呢？不是我所要的，有的时候我所要的是灭亡的，你不知道。对，可是我知道神所要的呢，最亨通的事情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这方面呢，我是非常亨通的人。对，因为我知道神所在我身上要的事情，他在我的人生当中他不断地做。对，我的太太不是我要的，我告诉你知道吗？他要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有博士学位，西班牙大学，这个不是我要的，我害怕的，这是他要的。对，不是，根本不是要的，我没有兴趣的，我害怕的。我现在华人当中用中文来做事，这个根本对不起，不是我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说这个金木人非常爱中国人乱讲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，他是被出卖的这个人啊。对，他我根本没有计划在华人当中用中文来做事的。对，这个不是我的计划。对，按照我的太太的话说，上帝把这个金木人他的先生出卖给中国人，非常便宜，你知道吗？卖出去了，不是我要的。对，我接受这个是亨通，我接受这个是亨通。我要做富有的人，我不想再做贫穷的人，我是富有的人，我不缺乏，我知足。我很想做有名的人，出名的人。我知道主认识我，当然他会判断的，这是出名名声。我想走亨通的路，神所要的事情在我的人生当中发生，这是我的顺利，我的亨通。我们一起祷告，现在我们站起来，我要祝福大家用希伯来文，可以吗？先祝福了，因为我要赶到另外的教会，韩国教会，很早已经跟他们说了。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节，我先读中文，然后等一下希伯来文祝福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应该你们知道保护你。愿耶和华是他的怜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愿耶和华向你扬怜，赐你平安。这句话用希望来祝福大家。我们低头，你们最后听到 Shalom 平安的时候可以说阿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低头。 Yevarech Adonai Veshmurecha Yair Adonai Panavelecha Vichunecha Yisa Adonai Panavelecha Yasemlecha Shalom Amen。 请坐，谢谢。